OK， 好了，各位，继续来到我们的 S 攻略，我们来到这四支舞，也就是我蛮喜欢的一关，只是这关有点贱。啊，如你所见，这是我用新摄影机拍的一集，画质超好的，不是吗？而且我画质还没有调到最高的。好，这关很特别，因为你可以抬起这个铁锤龟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去。哦，好吧，反正你还是会死，这不是废话吗？哼，你们抬起这铁锤龟就，哦，哎，去吃屎！你们这些废物，你必须仰赖这些这个铁锤龟在帮你解打。哦，哎。为什么会死啊？告诉我，我没有说要抬起这个，好不好？哇哦，太厉害了！喂，吼，白痴哦你！你这个死废物，你们这些输家！还有这个，你说一点都不公平好吗？我明明就照理来讲是应该可以越过他的、啊。哎，这关有点烂，比如说我说你们这关真的有点炮，啊什么，哦等一下啦，然后咧再说嘛，我们换了一个新道具。哦天啊，我恨你，你这个输家，你们这些败类，你们的命运就只有在当败类的份，去吃屎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很好很好，奇怪，可能是第一次用这台摄影机拍片，我有点紧张。哎呀 ！Jump， 让我过，让我过！哦哦！喂！天啊，我这集能够玩完这一关还蛮难的。好啦，不要对自己那么自面好吗？优秀。快点抬起来啦！你这该死的，哦那啊，死了，不错，快点去死啊！这几个家伙，不过还好我们很聪明，去死死啊！我们总是会因为某些东西而炮、哦、你这个败类，我恨你啊，奇怪，我第一次玩这关明明一次就过了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这关真的有很难吗？应该没有吧，因为我们常常都把，因为这些东西真的有点讨厌。哎，好爽！哎。好脑打，无敌，再带这个。等一下，你很讨厌，好。只要我看你不爽，就把你给秒掉。对啊，我就是看你不爽啊，这样。等一下，我绝对不要在这边死了。我好不容易才过来到这边的，你知道吗？我
过来到这边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，所以你要是好吧，算了。哦耶哦耶哦耶！喂，这是什么鬼啊？我不是应该是杀掉你吗？你这个炮弹真的很奇怪哎，烦死了！这个炮弹，你每次只要一打到它，结果它爆炸，连你也会被遭殃。Oh my god！去吃屎啊！你这家伙，好败类哦，还给我排反方向，真是的，为什么没有捷径可以一次往上走啊？你们不是不是应该好心点放个捷径啊？好好好，你们这些死败类，就你们这些，哦耶！烦哎！哦，终于，噔噔噔噔噔 ，OK。喂，我没有说要再回来呀、啊。来吧，我们来海盗船。蘑菇不是吗？好，你可以听奇诺比要讲话，他就会开始开船。然后我劝你们，对我教你们一个方法，你只要躲在这里。躲在这个凹槽里面，你几乎就可以不用怕那些怪兽了，真的。在下面一点，好，好，这样。这样应该 OK 了。好了，准备进入陆地世界，但是我们并不要下去，我们要依旧是回到在我们的船上等着，然后就这样。好，小心那些绿龟，他们要是跑下去你就死定了，因为你躲在下面。哦哦，我乌鸦嘴说中了，所以我们往上走一点点，看他会不会跟着往下。好吧，很可见他很笨。好啦，快点开啦，真是的。好啦，不要那么像个娘炮一样，快点开啦。等一下他们可能会滚下来，所以你要随时做好心理准备。等一下你敢用下来你就死定了。啊？哦，等一下。哦耶，哦耶，哇哦！你看他们在那边耍那个，他们不知道在干嘛啊？好啦好啦，哦耶，好了，我们到了，准备在这里下船了。到了之后，我们要进这关节，可以看到我们的 BOSS。踩一下，哼，小屁屁扭一下，好，走开，快，耶、yeah, ，就再踩一下，好，再踩一下就好了 ，OK， 好啊，等我一下，啊，哦耶，好，我们好准哦，好了，准备迈向第五世界，好了，我们就下集再见吧，各位。